是 AJ。还有人不认识我吗？你会不会跳 ？AJ， 你觉得你最近人气下滑了吗？妈，你要再不接受采访，你人气会下滑得更厉害。那些不入流的歌手都能去欧美打歌，但是我的经纪人屁都不懂。你是不是想害死我？这几年，我们猫头鹰俱乐部抓了近300位明星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做你的猪头。现在也轮到你尝尝当牲畜的滋味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这是面具，这一定是面具。这绝对不是我的脸。如果我变成这个样被别人知道，全世界都疯了。AJ啊，我妈说了，男人不应该靠脸。你妈生你之前肯定不是这么想的。AJ， 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原来你也是 AJ 的粉丝啊。你好，我叫……我要去睡觉了。我们现在应该讨论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，去找解药。干嘛要跑啊？为什么不打出租车？AJ， 我跟您讲一下游戏规则。我去，你要是被猎杀了，就会成为一盘菜。你要是拿到了解药，就可以滚回去继续做你的 AJ。 你去找解药。来啊，让我试试你的壳硬不硬。那还是我去吧。你去比我去更适合。我要猫头鹰，买的是猫头鹰。为什么是我？干嘛？打电话。打电话？什么年代了？没手机吗？神经病。打电话。神经病。说我神经病，你下呀！我是猫头鹰，好不好？